好，那么民众党为了声援柯文哲，举办一系列的户外开讲，周晚上呢前进高雄凤山，主办单位声称现场加上这个直播线上的人数，集结小草，总共破50,000人。那么除了民众党自己的民意代表之外呢，这个苏伟硕医师也到场来助讲，而原本不在名单里面的蔡碧如也现身台下。阿北加油，无罪放人。 主席柯文哲关键看守所，民众党请全党之力户外开讲，周晚间前进南部高雄。现场拦截这民众，已经连续3天已经超过50,000人了。民众党一件又一件的负面重创，闯进南部还有多少人气？晚会开场过去一个多小时，喊话现场加上线上已经破50,000人了，这么多人，但即便台上声嘶力竭，台下椅子仍有很多张没有填满。我们一起为阿北祈祷，希望他身体健康，司法赶快厘清真相，还他清白，平安归来。 前立委蔡碧如上台，面对近期对他的攻击，祈福被江真邪教议员洪建义影射他精华陈案有牵连，话讲得很硬，不忍了，告到底。我告诉你，这些邪恶的人，我们就是第一时间要提告 NCC， 预算爱删无啦，总统会预算爱删无啦，法务部会预算爱删无啦，不是为了拼柯文哲个人的清白。 更是为了拼台湾的司法正义，拼我们下一代共同的未来。党籍立委一个一个上台骂执政党，骂 NCC， 骂北检，户外开讲将遍地开花，全党就一人准备长期抗战。记者高雄综合报道。